这种嘴唇的女人出轨概率较高。女人嘴巴代表家庭，女人嘴巴代表家庭。唇线轮廓分明如角弓的女人更重视家庭，更重视子女，背叛婚姻的概率较低。嘴唇唇线是圆弧状，这种女人不太重视家庭子女。有这种嘴唇的女人出轨概率要高很多，喜欢背绿的可以选她。